是周杰伦的车啊，后面那个查韩是他的。哦，哎，周杰伦啊。周杰伦澳洲开名车接送张惠妹，她一开车门吓到大尖叫。周杰伦近期呢被网友捕捉和好友 R Ken、Darren、Kyo Ren 等人现身澳洲墨尔本街头录节目，刚好呢巧遇街头艺人用吉他自弹自唱《告白气球》，还帮忙炒热气氛。就这么刚好，天后阿妹张惠妹巡回演唱会周五呢也将在墨尔本开唱，就有网友惊喜之际，周董竟然亲自开车到阿妹饭店楼下迎接。这周杰伦的车啊，后面那个查韩是他的。